乡镇市农会是台湾农业发展上重要的角色，更加是农民上重要的工作。为了要健全基层的农会会部，乡镇市农会伫咧今仔日举办第十九届会员大会，选出李干事以及全级农会代表。凤乡农会经营团队嘛伫咧全体会员代表的支持之下，再度连任成功。依照规定，分行乡农会新选出来的会员代表，以一就台选出心目中的李干事遴选。今仔日是基层乡镇市农会第十九届新任会员代表大会，将选出后一届农会李干事。分行乡农会这几年来，伫个经营团队的努力之下，成绩是愈来愈好，受到农民的肯定。所以，伫即届李干事改选当中，现任的李干事嘛受到会员代表的支持，顺利来连任。即届吼是咱农会四年一届的选举，即代表拢继续甲阮支持，甲我总干事上干，阮三个继续支持，顺利圆满，互农会业务搁较成长。分行农会总干事表示，农会是农民上重要的后盾。农会会持续协助农民推广各项农务发展，让分行乡的农会会当持续来发展。分行乡农会第十九届的那个会员代表大会，要选出我们第十九届的农会的理监事，这是对农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的议程啊。因为这是每四年选一届，啊，这边的咱彰化县拄好二十六乡镇拢共一工伫选举。嘿，真的真感谢大家长期来对咱农会支持佮爱护，予咱农会会使业绩蒸蒸日上，继续努力拍拼，为着分享的农民，为着分享的农业，继续持续的不断向前，然后想办法把咱的农产品外销出去。台湾以农立国，彰化佮较是农业大县，因为有农民努力的付出，咱才有即马富裕的生活。新彰化新闻，白明林分行采访报道。